我先把珍珍水摇后居然被一只鸟给救了，还说他认识我、不记得我？那你还记得被囚禁在天机笼里的日子吗？前世你身为魔神被关押后由我看守，我第一次知道狠厉的女魔头也有这样的一面。袁尚哥哥，我脚痛。好点了吗？袁尚哥哥，我想看外面的风景了。只此一回，快点回来。我违反天条，被罚思过整整万年。如今你竟然说不认识我，鸟君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骗我的是国王大人。就是因为本帝君放走了你，才让他有机可乘。到底知不知道谁才是你的真命天子？他不需要知道，他是我养大的，这辈子都归我。我叫白珍珍，自从跟国王大人表白后，主人，三界公布了最新通缉令傀儡师，据说此妖怪迷惑人心，极为凶恶。主人出门一定要小心。哪有空管什么傀儡师啊？喂，我要送你。哇，好可爱的娃娃！白珍珍是吗？传闻中的鬼王妃，鬼王赐予我千年，却帮我杀了他。小鬼表白后就消失了，该不会不想负责吧？香香。白珍珍，你就是这么对我负责的。我叫白珍珍，今天来参加一个宴会。恭迎大人回到人间，献上这根骨哨，大人可随时号令我全责。边儿去，大人您尝尝这上好的红酒，还有我最新的黑金专辑哦。正好在此听了吧，我给大人做了一件红袍披风。天哪，不会还有人空着手来吧？我以为是可以免费来吃的，对不起。原来是个蹭吃蹭喝的小鬼，赶紧走赶紧走。礼物我收下了。我是怀香，阴差阳错的和小鬼换了身体，还真是。珍珍，我在你家楼下。我就知道这里的关系绝不一般。冯川，看我怎么让你知难而退。珍珍，这是我新研制的香草三明治。还挺好吃的。味道如何？还不如鬼王大人做的十分之一好吃。那我带你出去吃吧，想吃什么？吃啊！我去趟洗手间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让一下啊。你最爱喝的草莓布丁奶茶。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只喝手磨咖啡。小孩子还是不要喝太多咖啡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可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呀，一如初见时那个头穿大人衣服的小鬼。想聊我你还嫩了点。